哦，好的，现在玩的是《千命二》，应该是 demo 吧？我记得我没有买正式版，可那后面为什么没写个 demo？ 喂，还在安装？等到装完吗？不是能进来就装完了？记得我没有买，这个应该是 demo 吧？可是我又找不到它 demo 在哪边。咦，天命二，数位豪华版呢？正在转移游戏内容，到底是干嘛的？2017年，哦，不晓得哎，我什么时候抓这个游戏了？正在转移游戏内容。还是这个之前有开放 demo， 然后拿掉了，这样会不会连游戏都进不去？那看我刚才看那个《魔物猎人》的体验版还在里面，但是进不去了。他的那个体验伺服器应该关掉了之类的。终于做完了，正在转移游戏内容。可是我之前没玩过啊，他要转移什么东西？完成，已安装天命二。可是我真的没有买正式版哎，傻眼。然后嘞，什么都没有。然后嘞，就卡在这个画面，你没有购买正式版，无法进入正式版，这样。喂，有动。啊，然后嘞，这是读取画面吗？靠，超久的，我这台是 Pro 哎。哦，设定画面边界，调亮度，我当然给你调到最亮。我靠，我调到最亮才勉强看得到哎。好。天命二是玩什么的啊？I never knew you in life. 我该不会莫名其妙变正式版？ First life anyway. 这款超贵欸。You died on a battlefield long before my time. Something special brought us together. They called it.The Traveler. And when it arrived, it changed your world forever. It was a golden age. And for centuries, humanity thrived. Until it didn't. An ancient enemy pursued the Traveler across the universe. Humanity faced extinction.But the Traveler made a choice. Its sacrifice destroyed its ancient enemy and brought life to the ghosts.
I am a ghost. 机器人。More importantly, I'm your ghost. 机械灵魂。And you are one of the travelers chosen. You are a guardian. 有三个奇怪的符号。This is your destiny. 三选一。泰坦、猎人、术士，先玩泰坦。啊，完全不想调。种族，喂，这是女的，男的。觉醒者，哇，所以有九个职业吗？啊，从第一个开始玩。不想调，好完成，哈哈哈哈！一个完全不捏脸。Ikora, if you tell me this is a practical joke, well, it kills me to say it, but I would be really impressed. Impressing you, Cade, is the easiest thing I'll do all day. Let's get serious, people. Zavala, this is my serious face. Can't you tell? Ikora, what have you got? Someone or something has sabotaged the skyline defense system. Your comms have been spotty for the last few hours. Every sensor beyond the wall has gone dark. Maybe it's just the storm. Maybe it's... What are the set feeds telling us? Nothing. 我旁边那个都是机灵就对了。I mean, they're not there. There are no satellites. 卫星全部消失了。Battle stations! 敌人来袭。三小防护罩，你敢把你的防护罩再放大一点吗？哇，还可以闪现。战舰都爆成这样了，你的防护罩居然没事。这是一个都市。敢把你的防护罩放到整个城市那么大吗？我手上面有一颗球。这是不是在变形？然后嘞，我可以干嘛？又读取。疯狂读取的影片。Tower approach. This is City Hawk 723. Anyone home? 这是应该我创的主角啊！我选择这样吗？我一点捏都没有捏。What is going on back there? Remember when I told you that you fly too fast? Forget I said that. Fly fast. 好想重捏人物哦。
这是刚才那个变形的那一台有没有？所以他们还没打完，主角来救援，这样吗？就为了这一段在那边读取，我也是醉了。哦，手法在震动，哦，会动了，诶，嘣，拳头，枪，拳头，在打我，被火烧到啊！哦，卡巴尔，谁是卡巴尔？只有100发子弹，诶，什么东西啊？哇、哦，快死了！这是一个射击游戏吗？哦，酷哦！哦，他没有东西捡，只有尸体。因为我子弹又变多了，是我要往哪里走？这边有小地图吗？这是一个没有小地图的射击游戏，自己人哦。枪还会飘哦，真的要用遥感玩射击游戏吗？哦，爆爆爆！因为我子弹又变多了。用一把小枪。R1 近战攻击，哇，挥拳头，喂，有手榴弹。Hey, you two, give me a sec. 你可以瞄准吗？有准心啊。Fowler's doing the hero thing in the plaza. Me? 人家有准心哦。Whoever's behind this, it'll be a short day. 双手握枪。自己人。自己人。Follow the path from there. It will lead you through the hangar. 哎，有新武器了。I'll take care of you. 开门。哎，要怎么换武器？嗯？哦，自动步枪。We should really grab a gun and get moving. 好像都是自动步枪。开门。哦，有准心呢。投掷手榴弹，然后干嘛？我、哦、投这边啊，干超飘的。用手把玩，两只手才不会飘。可是这样有什么坏处吗 ？R3 冲刺，哎、欸、L3，没有啊，冲哦哦哦 ，L3 就移动那个往下压。冲刺，跳跃，叉是跳跃。跳去哪里？跳！这里好像有楼梯。然后嘞，是相通的，上面也上不去啊。哦，这边还有楼梯，还是我跳下来？欸，刚才是穿墙跳下去啊，跳不上去。我还是我从这边跳下去。哦，迷路了。他就跟我讲跳跃，然后嘞要往跳哪边？跳那边。哇、哦！超能力充能完毕。超能力。
方块怎么是古弹甲？跳过来，然后嘞，超能力，手榴弹，哇、哦！靠腰，我把自己炸死，好吧，能量会回复。浪费子弹。哎呀，哎，那超能力要怎么放？没有教学。揍这个门，到底要我干嘛？该不会要往回走吧？这么蠢的事！我刚才从哪里来？这里，这么快就卡关了？咦，我从哪里来的？好像从这边跳下来了。这里没有路，然后两个敌人。直走直走，就来到这里，然后跟我讲叉叉可以跳。呵，浪费子弹。零四，没屁用。卡关咧，跳不上去啊！哎哎，加冲刺就上来了，哇！军事区，为什么是简体字？刀塔机库。好好的一个射击游戏，怎么变恐怖游戏了？喂、欸，切换能量武器，我换武器，小枪。哎呦，哦，哇，这还有。防护立场是吧？还会可以飞行，能量武器。所以那个有防护罩，要用能量武器打。哇 ，what？ 就你会丢手榴弹吗？我也会哦。等等，我丢手榴弹怎么丢？打不到。还有吗？有人跑出来，死了！哦，好多、哦！哎、欸、哎、欸，太多了，先补个血。好好的一个射击游戏，弄得跟恐怖游戏一样，就是我子弹。会不会被我浪费光？被屁飞？咦、欸，我要换武器吗？哦，哈哈哈！哎，哎，被我血条嘞！我血条不见了。他不会炸到自己吗？太不公平了！哦呦，血条出现！哇塞，换一下！可恶，要用小枪吗？那他人呢？
哦，我总正面，这游戏怎么这么难？爆了！还会躲起来，我只剩下100多发，被我玩光了。欸，没有子弹可以补充吗？指挥艇组合。我双手举枪视野比较窄，虽然我普通情况也打不到敌人就是了。他子弹不会补哦，我剩小枪了吗？天哪！欸，不能无双啊，躲起来。好，冲。欸，没子弹了。我还剩小枪。小枪怎么打？所以还是要用拳头就对了，敲爆他！欸，拳头还有 CD。欸，又有子弹了。原来要用拳头敲。跳下去吗？不可能！哎，没事，我真的跳下去。要升或二段跳。哎呦，我跳去哪里？没路了，这里是不是来过？我从这里出来的，然后来这里就被围殴。哎，东西没捡到，哦，修。后来要去哪里？这边吗 ？Okay, my ghost keeps tagging these guys. 蹲下。Red Legion, Cora, what do you got? 可以蹲下。是完全看不出来哪里蹲下。They have never known defeat. Until today. 你都不会歇了。But Zavala.这种矮的地方要蹲下才能过。We protect our people at any cost. 喂，The traveler. What is that thing they're attaching to it?这是什么？其他玩家吗？惊叹号！回归之战，击退攻势。我
我要打倒打敌人就对了。哦，麻烦。哦，子弹。我用硬敲的好了。是自己人吗？不是。哦，还有大只的。哎，手榴弹弹回来，不要乱放好了。真的把自己人炸死，那就不好玩了。都要打，喂，没子弹了，好烦哦！哎，自己人，这太妖兽了，先打掉。哎，我被打到。啊，快死了！我没有把近的清完，打不到后面的、啊。我，哎，我血莫名其妙又满了。哈哈，没子弹，快捡！哎、欸，没子弹啊！啊，才击退第一波，我哎、欸、没子弹啊！没子弹，这游戏要怎么玩？冲过去进站的吗？我需要更多子弹，能力R1加R1，干嘛？近战的吗？能力，哎、欸，我能力呢？说好了能力，快死啊！守护者倒下，正在等候复活。哦，重生，重生有送子弹吗？有哦，重生有子弹，好像还不错，还不错。OK， 这样可以继续无双，反正可以复活、啊，还送子弹哎、欸，还是子弹是我刚才死掉捡到的。那能力看起来很猛，但是冲进去马上就死在那里了，没有能力的时候就挂了。又没子弹了，我需要更多子弹。我怎么回去啊？救命啊！那、欸、都不能捡哦，归在这边好。超能力充能完毕。哦。我没超能力了。哎、欸，安充能被我吃光了。哇，算了。蛋啊！哎、欸，
哎，过了吗？怎么那个任务不见了？过了吗？过了吗？跟着他们走。谁在偷打我？烦。一直升欸，看我要往哪里走，灼烧。把自己人砸死，会不会太夸张？刚才是不是有标要我往左边走？没了。欸，没过吗？为什么还是卡在这边？然后那个第几波了不见了，没子弹啊。突然又多280子弹，这游戏的枪支充能好诡异哦！哎，还要继续守这里吗？不，他干嘛？他挂了，哎，蒸发了，问号。互动，然后把他救回来，知道吗？嗯哼，还有什么手榴弹哦？这游戏不会一直在这边打吧？我是遇到 bug 了吗？没完没了啊。能量弹全满，我捡到子弹满了，只有250发。哎，倒了啊！我倒了，超能力充能完毕，又在莫名其妙的地方卡关了。现在到底要干嘛？一点提示都没有，那怪物也杀不完。Hello， 又一颗球，我要不要去别的地方晃晃？什么东西在附近？这人在附近？他放了一个大招什么的吗？靠，可是没有半个敌人死掉啊！这哪门子的大招？哎，有人来了，有人来了！援军，啊，别挡我！复活！我要去救人，是不是？
谁倒了啊？这个时候倒，我没子弹了，开大。 我死了！哦，没死哎，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哦，怎么又一个？ 没完没了了，你们要赶快回来啊！这可不是右耳作战，哎，我倒了。诶，这是其他玩家之类的，有可能吗？这是连线游戏。 其他一起不会玩的玩家，到底要干嘛？就在这边一直杀，这样这剧情也太长了吧？啊，也没有等级啊，可以刷等我就算了，啊，有一个等级提示都没有。 这边一直杀干嘛？到底何时才会结束？一整个卡关呢、欸、？Hello，、欸、又来一群，啊，快不行了！没子弹啊，子弹是不是被捡光光了？哦，有子弹，有子弹。 喷子弹哦，快逃！超能力，有人倒了，我应该不用去救他吧？他等等就自己复活。 会有人想要冲到怪堆里面捡子弹就算了，这游戏到底要干嘛、啊？他没子弹了，对不对？所以只好冲到怪堆里面。所以这游戏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子弹了。 被他们捡光了，我剩下180，哎，不可能这样没完没了吧？已经超过3波了，我跟着走好了，看他们要去哪里，没人要管那个 NPC 啊，是这样玩吗？ 诶，他们怎么进去了？高塔北部，然后又变单人了。哦，原来是我自己在耍白痴。在干嘛？单挑飞机，炸瓦啦！ Tower. I'm sending Commander Holiday to pick you up. 凤梨，没子弹啊！交出子弹，交出子弹。新目标，这个绿色的不知道干嘛，吃不起来。火焰兵，哦，痛。 然后这个喷火怎么这么恶心？
耶，太多啦，他们好多。能量弹全满，我要步枪子弹啊！跟我讲能量弹全满有屁用哦！哦。我庆忌咯，反正死掉可以补子弹嘛。看什么时候死掉，子弹就200多发吧，好像。那个小枪的子弹真的太弱了，那小枪要怎么打？呜、哦，这次不一样。我、哦、防护罩的，包括枪技啊，百夫长，没子弹啊，用咒的，哎、欸，抽一次就有子弹。有载我吗 ？OK， 然后嘞？读取中，Zavala picked up that guardian you never showed up about. Get them on that command ship now. Hold on back there. 哦，最弱了，没有那敌机。干嘛？把我丢进去？又黑画面了。好呀，读取中。哎，那个右下角那个读取中的符号都要读取是吧？到。超能力充电完毕。按方块。干嘛？找出护盾产生器，把它摧毁。所以那颗球，我不用处理它。哦，敌人！哦，我的火力不足。揍他就好了。要跑啊，揍你！跟你说不要跑了，还跑？然后嘞，迷路了。进入领航模式。什么叫领航模式？哦，先往这边走是吧？我怎么觉得我在转圈圈？我破坏这个哦，没有屁用啊！下载图表，呜，要直接可以穿过去，那个机灵好猛哦！哦，在底部。领航，哇、哦！没有小地图没关系，有领航。哎，背刺居然没有加成！哇、哦，他们的枪好强哦，我也要。可以捡来用吗？觉得比我这把小枪好多啦。哎，那两只哎，整个不见了。
不公平啊，那么枪比较好。虽然我的能量护盾可能比较好。不愧是百夫长，还知道躲起来。嘣。结果不能捡。弹药不足。说的真好，弹药不足。诶，他怎么把我引到这边？嗯？为什么？所以这个导航也是很两光。哦哟哟！我一个人，狙击耶。上面那台会不会打我？应该不会。刚才看到狙击镜，我靠！我这边浪费子弹。哎哎哎！那条是怎么回事？火箭炮。哎，那怎么打完人就不见了？我一定会找掩体的，虽然也没有聪明到哪里去啊，我也会找啊，对不对？喂，这么远，这么远都打到，手榴弹，怎么绕跑？我躲起来好了。哦，满了！哇！哦哟，浪费我子弹，出来！下面还有，也没子弹了啊！要找一支近战。飞不上去吗？哦，我跟我讲说飞不上去。谁打我？被谁打欸？滚开！所以要想办法跳上去。哦，上上上上！我剩28子弹，玩毛线哦。这边走。哦，什么东西啊？哇，好多哦！欸，没子弹啊！哦，有子弹，有子弹，可是敌人好多，太多啦！我快死了，有没有掩体啊？让我躲一下。敌人，是，不是？到底谁在偷打我？完了！又没子弹，哦，这什么？准头超低的，
这个比较准。等他瞄好久，跟我一样要瞄很久。红刺。他没有送子弹哦，有子弹就快没了。这子弹真的很不耐用啊！跳下去，哦，这吸。对啊，赏你一拳，还是没子弹。给我个子弹好不好？哦，有了。这个护盾真的超满，不过是白夫长，可以赏你一拳。一拳一个，因为又没子弹了。哎，子弹哎、欸。可以不要那么缺子弹吗？我发现能量了，是这台吧？我怎么下去？跳下去，跳下去，我会不会被蒸发？干，被蒸发，运气不佳，什么东西啊？不能傻傻的掉下去，这怎么摧毁啊？摧毁蒸汽涡轮，打涡轮吗？浪费子弹。没有东西可以操纵。嗯？还是要跳下去？真的假的？跳，然后嘞？哦，然后打，有伤害，有伤害。Yes, just like that. 我还要三个是吧？这个已经爆了，小枪。哦，哎，我是不是走反了、啊？哦，倒下，我应该跟着那同样的方向走哦。好，再一次，八七。我干嘛跟他反方向走？我也不知道。不，整根跟棒棒过去。那我要怎么回去？死吧了！还是要这样绕？哎，停了！我要怎么飞上去啊？哎呦 ！Fish。哦，他也被攻击了。然后嘞，又在读取动画。哦，How do we come back from this? You don't.
Welcome to a world without light. Oh, 切开了。 太大隻了吧，敵意是不是不太對？喔，機靈。 为什么一堆尸体？ 一堆什么三角形的掉下来。 这是武器吗？ 然后嘞，又在读取。最终城邦，我的手把在震动。我血没满，因为掉下来了，然后没有武器，也不能攻击。 现在血最多就只有这样，那我要干嘛？没有东西可以捡，我的机灵也不见了，要潜龙谍影吗？也不能，哎，也不能跑步，然后他们都没有发现我站在这边哦，会不会太夸张？ 现在眼睛瞎了吗？可是我要走去哪里啊？走这么慢，我从哪里走下来的？我靠，超慢！这是爬不上去吗？哦，上不去，往下。 这段太烂了吧？是要制造气氛什么的吗？哎，怎么
这么慢，变成恐怖游戏耶。不是只有恐怖游戏才会让你的角色走这么慢。喂，上面的人都看不到，我瞎了。他们只是一群布景。Hello， 就没有人看到。欸，我的人怎么倒了？哦，这是我的机灵，耶！哦，帮铺。啊，不能复活了。好哦，我不能复活了，没有子弹的枪。哇，有没有二段跳了？哎，可是可以爬上啊。这应该只有一条路嘛，一直往前走就对了。哎，他有没有领导功能？逃离家园，没有功能，连指路的功能都没了。我可以跑步吗？我靠，我连跑步都不能跑。哦，好惨哦，不能二段跳，不能跑步，还不会那个什么，引导路要往哪边走？老鹰。不要猎杀野生动物，因为没子弹，剩拳头啦。哦，那迷你还是热射手，扫描跳。找到一把武器，我手上不是武器吗？欸，终于有植物了。武器，捡起冲锋枪。耶，新武器 get。无法复活，这样死了会怎样？不晓得。我要往哪里走？哦。这个就不是野生动物了吧？不敢。他们好多啊！我子弹绝对不够，还是用一下拳头。欸，有经验值了。欸，我会练等的吗？那条绿色是不是经验值？谁打我啊？我操！新目标，追寻你的幻象。幻象在哪边？跟着鹰隼穿越山脉。欸，可以跑步啊。欸，刚才是不是突然跑了一下？耶，我又可以跑步了。攻击发生一周后。It's that falcon again. 欸，没有。Is it following us, or are we following it? 跟着那只老鹰走，是我完全没有看到老鹰啊。
要走到哪里去？哇，小西，复活，那怎么办？运气不佳，好烂哦！get over 啦，真的假的？死亡一，哦，所以不能原地复活了。哦。七零，嘿嘿，哇，我往哪里走？还乖乖开这个好了。呵呵呵，摔死，运气不佳。喂，到了。我刚才是从这边跳下去哦。信仰之钥，这边也要来一个信仰之钥吗 ？Hello， 真的假的？办不到。哦，山崩。哦，去了，出去了。跳，嘣嘣嘣嘣嘣，哦，来了，什么？为什么还有枪？敌人有枪啊！这好像什么游戏哦？怎么好眼熟感觉？我不认，怎么在幕后哪里看过？啊，没戏啊！不要啊，好远嘞！建议力量加十，哈哈哈哈！哦，所以他要记录十几次就对了。哦，好远哦，妈的！没有很远。不要冲入包围网。会不会把敌人维持在我的正面？我不会补血哦。会，我比较慢之类的。谁在打我？我擦！我一用拳头，我就看不到敌人在哪里。那敌人躲起来了，这里还好，敌人不会回血。我擦，他会回血，我就不用玩了。现在那条绿色的经验值怎么没有出现？我怕跳下去没错吗？独木桥哎，会不会摔下去啊？信仰之药，
又来，到底要要到哪里去？而且不能二段哎、欸，哇，怎么过？好跳，下棋，耶，重来。哎、欸，干嘛？No look. 哦哦哦，这剧情。Good guardian lying around. Things must be worse than I thought. And that's our cue. Time to go, people. But wait, where are you all going? As far away from here as possible. Oh, 他养的。That falcon.Belongs to you? The name's Hawthorne, and this is Lewis, best pilot we got. 在开飞船 Fit to fly? 真的假的 Probably gonna need one of these too. 哦，我枪了 Time to make yourself useful, Guardian. All right, people, spin them up. Got a long flight ahead of us. 有新的枪。然后嘞，动画。Do you see, traveler? All that I have done. Grace me with your light. Take your place at the center of my empire. See me, and the Red Legion will be your true.Guardians. Dominus, the city is secure. Those who fled are being hunted, and those foolish enough to remain have been executed. Victory, as with all things, is yours to claim. This victory is as much yours as mine, old friend. All that remains is the completion of the cage.Around this great machine. Then we may begin the extraction of its power and put it to its rightful use. They call it the Traveler. I would contend that other civilizations may be more precise in their naming. Its functions can be controlled and exploited, as we have so clearly proven. Yet they believe it to be a god.Dominus. Gaul. We have spent our lives, you and I, working to reshape our society, reforge our people, rebuild an empire nearly destroyed by Kallus' greed and corruption. There is nothing in this universe greater than you.The Red Legion will have that machine's power. You will be called Emperor. What more would the Dominus have? I would have words with my guest. Oh, no.原来是官人囚，那个什么监狱，官人用的监狱。又是一个读取，对，哎。一直读起，哦，好像画质好一点的游戏都这样，一个段落读个影片，然后读个场景这样，哎，我真是读的比较快。然后游戏容量都超大，里面都有影片吗？They call it the Shard of the Traveler.
I call it not a place you want to go poking around. Ooh,那个在干嘛？燃烧，又读取。 不要这样好不好？就为了跑个动画，一直读取。那有没有选项是看过一次之后就可以关闭动画？这样下次就不用再读取了，有没有？看一次就好了，第二次。 哦耶，可以动，可以动。奇怪，我记得我没有买正式版的，可以只玩吗？之前的试玩版哎。What news, Guardian? 不晓得哎。先留着好了。哦。存档点在那边，打开角色。血色传，血色战争。R2比较。 破烂泰坦印记，我要买吗？可是没有钱啊。给我直接可以买。Now，I understand you seek the shard of the traveler. 开角色，哦，酷。那我怎么换？啊，我要怎么换？物品栏。 这是网络游戏吗？哎，我是买那个头盔哦。咦？哦哦哦，要离开那个选单才能装是吧？查，哎，不是很查，骗我，被骗。 How could I not have known? 他是退出下徽章漫游之椅飞船。我要怎么换啊？我要换装备。 Do you have something? A cipher, perhaps? 只能练到等级十哦。 Good, it's you. Let's begin the work. 那什么都没有啊，狗毛。哎、欸，我刚才买的那个头盔在哪边啊？一整个找不到。枪机灵，很快。不平凡什么都没有啊。我先存档好了啦，之后有机会再来玩。哎、欸。 如果我还能继续玩的话，要去哪里存档？这是什么？看不懂哎。我想存档，配的。咦？这游戏要怎么存档？还不能退出。 绿色是商店，红色哎，工厂管理员，他不理我，在修装备。哎。 奇怪，这标志怎么跑来跑去？超怪的啊！那个人到底在哪里？在这后面吗？哦，在二楼。嘿嘿嘿。嘿嘿嘿。This is，whoo。 Lot of civilization. For me, it's. 哎，没有字幕哦。Of course, I've been living outside the city half my life. So,
Anyway, heard you want to go poke around that busted up book of travel. 这个是干嘛？ Guardians have a weird 看视线在哪边？ Oh well. 接受。 Lewis and I know plenty about trusting your gut. 装备这种。 So I'm not about to stop you. I got enough to deal with here. Take that ship you flew here. 装备是什么意思？ At least it'll get you back faster. See all these refugees? I haven't lost one yet. Don't you be my first. 可以，然后嘞，是不是在读取？哦，读取这么久。哎，我按到互动。然后开导航。哎，我要存档，要怎么存？ 嗯，管理人。哦，存档点吗？邮政官。为什么画面都这样？然后要等他读取对话，超久。讲话啊！ Hello， 没有任何讯息。收集并核对交货。 Good luck. Good luck. 事都没有。欸，我想存档啊。 How can I help? 欸。 哇，是不是之前的体验版变正式版？这可能会有这么好的事吗？这应该不太可能。哎，可以换的哪个比较好？那个选单跑出来超慢。装备数十，L2，10，21，那怎么装？ 哎，要怎么装？很小。哎呦！哦，装备了。哦，设定在这边。我找到了哦。哎，看。 亮度画面边界声音，哇！这选单读那么久，哇嘞，我也是醉了。嗯哼，耶，登出，可以变更角色，对，确认。好吧，之后我觉得有时间再玩好了，然后说不定下次一开结果就。 就结束了，你的测试版只能玩到这里。好，不管了，这次先开到这里，先收台啦。